每上升100公尺，温度减少0.6度，你只能上到哪里？还能够种稻子，还能够种小米，这些禾本科作物，这就代表了台湾原住民居住高度的限制。像现在看的这个叫台湾第一狗，是目前那个考古学上发掘到比较早，然后最完整的狗遗骸。每周五晚上9点，请锁定《展览见识南岛》，子清邀请你一起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